下面一题请出题。根据全球2023宽频网络速度调查，排除人口100万以下的国家与地区，网速最快的国家是哪一个？ A 美国， B 台湾。请作答。哎呦，简秋选美国啊？为什么？会不会对自己太没信心？这样子，我觉得美国是这个资讯大国，理论上应该很快才对，而且有那么多 AI 的产业在发展。选择台湾的安琪。我记得我去美国出差，因为我们出差的时候要靠那个网络传输把新闻传回来，很慢、要传超久的，然后台湾这头的长官都会说你在美国怎么传那么慢，对，他真的传很慢。伟杰呢？我也是觉得，因为台湾其实在这方面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，也就是到国外去，其实他们的这方面的一个硬体的发展是我认为没有这个台湾好。正确答案是B 台湾。根据英国调查呢，全球220个国家或是地区进行2023年宽频网络速度调查哦。那台湾呢，全球夺下最快的网速，而且些微的领先第二名的法国。那美国呢，其实是第五名。大家会想说，韩国不快吗？这边特别没有写，但是大家会想说日本。大家就会觉得日本应该很先进吧，它其实只有第八名。但是我们应该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2022年也是第一名。那2022年日本其实是第二名，那它的网速也有进步，但是它的进步幅度啊远远不及我们，导致说它今年呢被2023年呢被欧洲还有一些北美的国家超越了。所以台湾真的是叫科技岛了。是啊，哇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其实整个布局比较容易。是好还是不好？大家都知道哎。好像网络大家都黏在手机上，对呀，诈骗比较快啊。你讲也对，如果他慢一点，吃不到葡萄说到说葡萄酸了。对，是好还是不好不晓得。来，浅秋，请坐一下，加4000、9000了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到哪都可以运动，请问人类曾经在哪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从事过体育活动 ？A. 火山。B. 月球，请作答。1/2啦，两个都很不可思议耶。哇塞，到月球怎么活动啊？月球很难想象哎，因为那个无重力的状态。对，那要撑杆跳吗？还是到那个球那个飘上去？都破纪录啊！对，很难啊。因为它这个火山，它并没有写说它是已经爆发的，还是是休眠的，所以在火山周围如果从事运动，应该还可以。对，好，那选月球的伟杰，因为我想说阿姆斯壮不是说他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嘛，那他就太空漫步嘛。后来 Michael Jackson 也有太空漫步啊，跑步比赛，对，跑步，所以那就是一种运动活动嘛，体育活动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月球，1971年的阿波罗14号太空人 Alan Shepard 还有Edgar Mitchell 成为第一批呢在月球上进行运动的人。那 Shepard 呢打了一颗高尔夫球，Mitchell 呢的丢了一根自制的标枪。那这个活动超级可爱，后来被开玩笑称为第一届的月球奥运会。天哪，那球打到哪里去？无重力状态会飘着，对啊，就飘在空中，过几十年又飞回来哦。哎，那不是我丢的标枪吗？认得他。其他请下去休息一下。谢谢。加2000。旁边终于有人了，终于可以坐了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台湾送礼禁忌多，请问送别人什么东西当礼物会替自己带来厄运 ？A. 袜子 ，B. 枕头。请作答。两个都选袜子。我觉得送鞋子是，对，鞋子是绝对不行。啊，袜子一样啊，一样在脚上，鞋子跟袜子都一样。哦，我觉得啦，袜子枕头，袜子可以保暖啊，它不是那种跑路啊。关心他的脚。哦，枕头呢？枕头。会不会有什么习俗是我们不知道的？拿枕头出来打枕头仗，带来厄运，打的不轻不重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
枕头、哦。其实这个习俗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不能随便送枕头给别人。为什么呢？枕头是我们每个人晚上都必须要的必需品嘛。如果呢、哦，你把你自己高枕无忧的枕头送给别人，代表你高枕无忧的日子就没了。哦、你以后会变别人高枕无忧了，对，你以后麻烦事情就会接踵而来喽、嗯。也没有人送枕头的吧？没有，好像没有听过。但是我们去饭店会买枕头啊。对，饭店送你。三位请回来。哎呀，才坐一下而已，才坐一下而已。因为这第三轮了，也没人答对，这一万一呢，就回到我们国库里面了。啊、那最终呢，我们宣布他们奖金。好，伟杰一万，仙子九千，浅秋六千，明玉三万七，安琪六千。今天的冠军是邱明玉，恭喜！进入最终决战 ，Battle ATM。恭喜明玉成为今年的冠军，三万七挑战权，来这个卡，谢谢，来请插卡，打开金库，里面有三万七是您的奖金啊，但先通过两个密码提示，来请出题。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三十九画的考美国硕士，或是总笔画三十六画的洞庭湖绝题。对，考美国硕士有哪四个字成语可以形容呢？哇，考美国硕士，考美国硕士，龙归或龙归故里啊，离乡背景啊，奋发向上啊，对啊。完全听不胡乱猜测的。最近有个新闻是洞庭绝题，绝题，哇，非常严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妻离子散啊，惨绝人对，惨绝人寰，惨绝人寰。三十六笔画，你想想看啊，天下长河，天下民不聊生。好，攻下贼，那你要选哪一个，对不对？笔画一个三十九，一个三十六的。那我选考美国硕士。哎，请锁定。三十九，对，考美国硕士，请锁定。那洞庭湖绝题是哪四个字成语来形容它？请说，请看，人谋不臧。他那个从三好像三公分的一直溃堤到一直越裂越大嘛，车怎么都下去填了。因为刚刚你有讲到惨绝人寰，我心里想说完了完了，那个寰了我好像不太会写。那这个章好写的吗？我会，这个我会。这个你会写？我会，人谋不臧。但人谋不臧就表示偷工减料，并工程没有盖好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小一小点造成的重大的伤害就是这样。好，人谋不臧我们已经放弃了。好，来我们准备考美国硕士吧。哦，好。围边三绝，围边三绝计时啊，一分钟计时开始，清楚。边，这个倒我们没听过哈。二三四六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好，第三个，二三，好，零啊，要个零啊，没关系，一二三，零三，绝，绝，重点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，好，确定，停，几秒，46秒，46秒意味着说你如果答错的话，还有14秒可以改，讲清楚了啊！围边三绝密码11150312，对或错？错，讲一下，你还有17，你还有几秒？十四秒，计时开始。12345678910。哎，还有5秒钟，还有5秒钟。哎，我的围，没关系，这个字接触不了，我知道你要写什么。围边上，刚有跟不一样，刚是一一上。一对，小林。再改一画，来密码重说。10150312。对或错？一共是几画？39。来错，还有5秒钟。39，啊，现在是几画？我们不晓得，5秒计时开始。三二十七，第一个字，好，一一
一二三，不要太用力写了。六七八九十，一零。啊，你是写一零是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了，那就零九好了，没关系，因为刚刚错嘛。对啊。密码。零九一五零三一二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真假的？恭喜！有三万七耶，你看，马上提款卡 ATM 就出来现金三万七啊！真的假的？哇，谢谢！好，谢谢康哥，谢谢陈九豪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解答。OK。哎，是这样啊。是，厉害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！恭喜恭喜！谢谢。这绝对不是人谋不臧啊！对啊，维天三绝知道基本上字写出来超厉害。对，他能写出来就不错了。对，那人谋不臧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，就会有不公平的地方。你看，比如说地震为什么倒这个大楼？后来发现里面都塞什么沙拉油桶啊？对啊，对啊，钢筋很不牢。你就知道就是人谋不臧的意思了。这样就可以用这个成语。谢谢各位，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热闹，也恭喜你获得37000块的奖金。晚上八点锁定，拜托 ATM。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！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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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